近日，袁鹏书也在上海看到了正在拍戏的沈月和王凌轩等人。当日，沈月和周彦辰一起现身片场，沈月丸子头发型酷似哪吒，手拿剧本认真看着。一旁的周彦辰凑到旁边，似乎在跟沈月沟通戏份。接着开始当天的拍摄，两人站在自动贩卖机前，各拿一瓶饮料喝着。周彦辰对着沈月做出一个嘘的手势，不知说了什么，逗得沈月一脸甜笑。与周彦辰对戏完成后，沈月换上黑白色系裙装转场拍摄，她与王凌轩边聊边走向拍摄场地，两人一路笑得合不拢嘴。抵达拍摄场景，两人坐在秋千上听着导演讲戏，随后王凌轩换上西装外套开始拍摄，沈月和王凌轩交错荡着秋千全程对视，别说还真有点两小无猜的意思了。从不在梦里飘摇，在月光在照耀，你才想起他的好，朱砂痣就难消，你是否能知道。